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俩是 OK， 下面要玩的游戏是《生活市场》，那么这次要挑战3月2号元宵节开放的这个香芙蓉的黑宙斯，然后我们要解这个一次解两个成就，三个或以上种族的成员队伍中只有火属性成员。好，我们用火系啦。小鼠腐蚀用这个，好，我们用这一对龙科九分网的神，两个神族，一个人，两个人类，一个龙。好，就这一对，够不够？哇，没有火珠，真笑哎。不要种太多，第一关稍微洗一下。好，好，带走。好，第二关，好，基本上这次的黑宙斯关卡还算是简单啦，不过希腊队是最好空端队伍啦，因为很多关卡就是要强化出才能攻击敌人，不然有些敌人会反击哦。这个是蛮可怕的，像那个哪一关，反正等一下有一关关属性的，它会100%反击率，所以那个等一下，所以用希腊队才是最稳定的啊，其他的话也可以过，只是要制造强化珠或是带一些。直接可以把珠子绿成强化珠的角色卡也是 OK 的。哇，这个感觉不能转的，这边要开吗？嗯，那时间不够。没装好，哦，刚才应该新开的，这应该打不死啊。嗯，不然就直接开龙可可。嗯，有点浪费，在那边开龙哥。我在转什么？天哪，手感欠佳。没关系，直接用龙哥。哇，你转龙哥转成这样。我在干嘛？好了，带走。没有，没带走。我会怕怕呀。看一下废话好了。这次可以带走你的吧？
欸，真的手感不好欸，今天怎么回事？然后洗一下技能。啊，忘记印记了。啊，北七。哇，哇，那周慧光会打不赢欸。带走他吧，六七，哎，这边嘿，哇，不要太早，不要。还有三回合，应该可以。上，好，好，这边。会中毒，所以一定要转新珠。不过我们有佐罗，所以没关系，直接转就好了。嗯，看一下哦。啊，应该把暗珠消掉了。不要带走，不要的，不要。哦，还好，还好。好，我们这一回合把他带走吧。好，啊，又有暗珠，哦，消掉，太棒。好，这边的话，消散属性好，电极珠要消掉，然后暗属性不可以锁消，所以是用叠珠的方式，火转暗转，火神主腐蚀，再想哪个先开。转这个，如果是火的话，可以，可是不知道会不会过。血多少啊？血是不多啦，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五百万，五百万带得走吗？看一下啊，很害怕，所以是火火火。这样子转，可这样好啦，读读看。哇塞，好，已经有五颗。我想一下哦。怎么转比较好啊？
回过吗？我地段不确定。啊，够了够了。为什么我要先开阴线座？是因为我们的匪荒留到二血爆发比较好。然后我们就顺便把柱子滤掉。我稍微看一下版面，这个也是火。好，哇，大师对这个黑化腐蚀、黑白腐蚀有点棘手。好，我们这时候老人反正闲着是闲着，我们就开他吧。看一下哦，确保一下柱子位置。好，OK， 火，行，这是火，木。哇，这个这时尚 combo 太低了。哇，啊，总不太好，这样会过吗？应该不会吧？哎，过了，太棒了。好，这对养成就火系纳推荐给大家。这卡片除了火系纳要抽卡之外，其他的应该大家都有吧？哦，阴仙座也是抽卡啦。不过那阴仙座中奖几率这么高，也不一定要阴仙座啦。反正看有没有养成就，很怕没有，有没有？啊，有养成就，太棒太棒了。好，反正你只要可以把暗腐蚀转掉就好了。或是用一个火爱，欸，火爱可以吗？火爱是炸板吗？炸板应该也是可以啦，好不好？这个我们的黑宙斯就这样可以轻松的拿到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黑宙斯的队伍技能，发动条件是以相同属性的七星希腊神系列或相同属性的希腊神炼化系列作为队长跟战友。然后黑宙斯作为队员，然后就是转变成属性啊，但是一样意思，就是可以把宙斯转属啦。黑宙斯跟光宙斯概念是一样的。那我们的看一下黑宙斯呢？哦，在这里。黑宙斯感觉就看一下技能，一回合内施武力两倍。他这个一回合内消除15力是首消吗？应该不是，应该是总共先转自身腐蚀自身属性的深入。哦，那黑宙斯比光宙斯好用多了。好，我们一样要挑战三次才可以拿我们的动态造型。好啦，那这次的火希腊两双成就这个队伍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队伍的配置。那喜欢频道，欢迎到频道左下方图片和订阅，欢迎到粉丝按赞，以追踪最新消息。右下角铃铛记得把它打开，这样我更新影片之后，你可以随手找到知道第一手的消息。谢谢大家，这个记得收看，谢谢，拜拜。